心情，霜雪不完悲与喜，飞花醉将断戈壁，秋处茅庐青色不可及，鸿鹄展翅苍茫只须臾，无所谓名歌错纵不拘，破天际间千次的谜题，起落困境里蜕变出浩瀚勇气，不忘江湖路上历练成龙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灵犀高歌心万里。少年梦逐浪如城，云长心卷可年轮，年华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，方寸剑棱角激扬青春，擦拭过岁月风刃，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人屠叶小英。岳大将军，什么风把你从天启刮到这儿来了？贺兄，你以为我想来你们雷家堡啊？啊？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和你们扯上关系，可是我女儿好似在你们这儿，那你说我该不该来啊？阿爹，闺女，没受重伤吧？那就好。她是叶小英的女儿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喜欢他？闺女，你在雪月城说的那个人现在如何？楚河身受重伤，正在堡内疗伤，能否得救就看今天了。你们遭遇了一路追杀？我送回将军府的情报被泄露出去了，是我大意了。哎，无需自责。走。小子，我刚才就是想试探一下你，毕竟是故人之子。不过你没让我失望。话说起来，你刚出生的时候，我还抱过你呢。见过师叔。好，走。叶小英此时前来，绝不是看女儿那么简单，她是冲着里面躺着的那位来的。啊？师伯的意思是？他带这么多人前来，到时候只要他一声令下，这些人闯进雷家堡抢人，我们根本拦不住。我拦得住。萧瑟，萧瑟，我不开门都别进了。雷无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想看看萧瑟有没有事。这还是无心第一次对我这样。里面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呀？这便是回光返照，连功力都比平时长了不少。这应该就是三日丸的代价，他现在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会在瞬间涌出，这股力量能在一炷香之内所向无敌，但是一炷香之后他就死得不能再死了。剩不了多长时间了，先制住他，随后打通他的隐脉，卸掉他所有的真气，此后他将终身不能习武，甚至连走路都成困难，这是唯一能救他的办法。终身不能习武？我希望他不要怪我。
罢了，我也曾花去一身功力，却得了大自在。继续吧。住手！你们都让开！你就是那个小神医吗？ 我曾见过唐莲的一手万树飞花，可真心不如你。樊里双白花，这是极其稀有的草药。你们两个功力如何？勉强，还行。 生死关头，容不得害羞，请你们再回答我一次。北离仙师，域外第一。很好，我希望你们助我将他的内力逼回隐脉之中。之前我们便是这么做的，只是刚把内力压制下去，马上又会窜起来。这一次我会封住他的隐脉，你们要做的只是将他的真气再次逼回隐脉之中。我还有九枚银针，足够了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。 敢问阁下是何人？是剑仙种的人吗？不是，只是个路人罢了。碰巧里面那位妹妹赶路，但马又跑不动了，我顺便把她送过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么说来，算是我们的恩人了。多谢。啊，别客气。我说侯爷，我还坐这儿呢，别演戏了。大将军。 这位是侄女吧？都长这么大了，可真像她娘亲呢。见过蓝月侯。金溪蓝月侯，你认得？我也只是听说过名字，她是当今圣上年纪最小的弟弟。啊！大将军怎么会在此地呀？我这个女儿不听话呀，明明身体不好。 那个打断一下，你们一个侯爷和一个大将军，你们俩在这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看来这位小兄弟还不知道里面躺的那位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我朋友萧瑟嘛。萧瑟，他是永安王萧楚河。永安王萧楚河。 就是那个在殿前替琅琊王争辩的永安王，就是那个十七岁就逍遥天剑的绝世之才。师姐，他们说萧瑟就是永安王。原来阿爹说的守护，居然是这个意思。萧瑟就是萧楚河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永安王就是萧瑟。哇！师姐，师姐。 啊！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难道不激动兴奋吗？小兄弟，你为何如此兴奋啊？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我当然激动兴奋了。师姐，你赶紧去告诉大师兄这个激动的消息，快去！大师兄。
你怎么醒了也不过来？毕竟是唐门导致这一切的，我身为唐门弟子，实在是心中有愧。先不说这些了，大师兄，原来萧瑟就是六皇子萧楚河。没想到，真的是这样。你早就知道了。这只不过是个猜测罢了。现在来了什么将军、侯爷，看这架势是要把他给带走。侯爷，我们走。哎，无心，萧瑟就是永安王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！你看我皱什么眉啊？觉得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不开心了？果然是个俊美的少年郎，和我的一位故人颇有几分相似。我爹叶鼎之，你可认得？叶鼎之，久闻大名，但未曾见过。无心，萧瑟怎么样了？你们可真是捡到宝了，里面那个小姑娘她真是个神医啊，没用几针就将萧瑟的命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不过那个小神医的脾气可不太好，你们跟他说话可得小心一点。那就好，我进去看一眼。我也要去看看我的侄儿。过此见者，杀。刚才忘了问这位小兄弟的身份了，你是何人？为何不让我们过去？青龙，天启四守护，列东方卫。青龙，你是李新月什么人？家父雷梦沙，家母李新月，家姐李寒衣。原来如此。刘姐，他们也只是想看看萧瑟的伤势，如果有什么，等萧瑟。作揖姑娘，恕我不能让开。贤侄，你是头的儿子，我自然会护你周全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但是里面这个人身份特殊，我是一定要带他走的。叶小英，你想违抗圣上的旨意吗？圣上的旨意？那这么说，侯爷身上有陛下的圣旨了？那还请给孝英一月。叶小英，好大的胆！吃人还我人头！你说我胆子大不大？大师兄，这位小兄弟又是何人？玄武，天启四守护，列北方卫。你是唐连月的弟子？唐门唐连月，雪月城百里东君座下弟子唐连，见过蓝月红。这位小姑娘，你是什么守护呢？一定是要什么守护才行。事关萧瑟，我就是站在这儿。你是枪仙的女儿？朱雀，天启四守护，列南方位。那便再算我一个吧。那日，你们也是这般站在我面前，今日便换我来守护你们。好啊，少年英气，我也是多年未见过。里面那位，我今天一定要带走，因为我受人之托。我的病人还没痊愈，你们就要来抢人？好啊，你们抢啊抢啊，抢走了拉倒。你信不信走三天就能给你死在路上？那好办，我连你一起抢走。你把我带走了也没用，我治不好。什么？小神医，说仔细点，方才我看你已将伤势压下去了，可又出了什么别的变故？萧瑟的伤势确实稳住了，但我也只能做到这里。那怎么才能彻底治好他？海外仙山，蓬莱之岛，一世仙人，捕魂之术。谢先生说的这些，
恐怕都是书上所说的无稽之谈了。就算蓬莱仙岛真的存在，谁又去过呢？楚河只有现在跟我回天启，才能保住一命。连师父都治不好的病，这天下又有谁能够治好呢？国师，齐天辰。齐天辰或许能够做到，但是以萧瑟目前的状况，踏入天启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哼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让他死在这里啊？有我保护楚河，在天启谁敢加害于他？当年谁能害他，这一次也能。海外仙山并不是无稽之谈，有人去过那里。谁？百里东君。师父他去过海外仙山？他去过。就在他第二次去的时候，功力尽失。但是他回来之后，大战叶鼎之，逼退了整个魔教。就算你说的都是对的，现在以他的身体状况，你告诉我，他还能撑多久？我要去。萧瑟。你逞什么强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说不定还没出海就已经死了。皇叔，我要治好隐脉。治好隐脉丢了性命又有何用？国师是治不好你的隐脉，但他能保你下半生无忧，还是能做到的。然后呢？像个废人一样度过一生吗？只要有一丝希望，我就要去试试，没人拦得住我。好，你既然这么说，皇叔陪你去。不就是去趟海外小岛吗？从东极出发，用不了半个月就能到达三蛇岛。皇叔，怎么？叶将军，六皇子有何吩咐？还请二位速回天启。我这回出来，是奉你父皇之命，必须把你带回去，不然我没法交差。皇叔，请看我的手。你这是何意？我这双手曾于沙场之上斩杀敌将，也曾于庙堂之上怒斥龙吟。可现在这双手，连握紧一根棍子的力气都没有。皇叔，你认识的萧楚河会这样度过一生吗？侄儿，皇叔也想帮你，但皇叔一年。一年之后，此时此刻，不管我伤是否痊愈，不管我是否活着，到时候我会在雪月城等着各位。不管是谁，我都一定跟你们回去。好，如果是换做别人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但是你萧楚河说的话都能做到。一年之约，血月城相见。萧瑟定遵守诺言。萧瑟，好名字。但我更期待你以萧楚河的身份出现。楚河，那一日我会率领你父皇的一千虎贲狼，高举着我们萧家那金色的神鸟大风旗，在雪月城下高呼你的名字。记住，你是我们萧氏的六皇子，北离的永安王，你的家永远在天启。六皇子，那就等你回来。叶将军慢走。若依，
既然三城主看你的病那么久，也没有好的方法，那咱们还是找国师，想想办法。走。若依。听话。我觉得你有戏。真的？真的。他走的时候就看了两个人，一个是萧瑟，那是旧相识，还有个是你，那是新欢。你一个修行之人，你懂什么呀？对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啊？我们好久没在一块了。我身份特殊，陪着你们的话，总让人觉得我是心怀不轨。啊？只怕还没有出海，就被千军万马给拦住了。虽然我是正义又善良。正义又善良？我没看出来。对啊，你当然看不出来。所以你也看不出来人家对你有意思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说好了，一起去看那昆仑之巅，沧海绝境，天涯尽头的，你可一定要平安回来。你这次回来，是为了了却旧事吧？不，主要是来看你的。满嘴胡话。彼此彼此。走了。期待我们再相逢的那一天。他怎么每次都是这样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雷无极，去仙山的路上保护好他。怎么只有雷无极啊？还有我呢。这天启四守护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什么天启四守护啊？那都是别人强加给你们的身份，不用管。哎，那个什么青龙守护，你以为我是为了那个？我只不过是为了说出来有气势，吓唬吓唬人罢了。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是朋友。就什么朋友？那自然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朋友了。萧瑟，这一点你就无需再坚持了。你想回到从前的那个你，那你就接受朋友们的帮助吧。萧大皇子，你的事情交代清楚了吗？哦。那你就跟我回去治疗吧，一个快要死的人了，话还这么多。赵玉珍身死，李寒衣走火入魔，随后雷家堡发生大战，雷门雷千虎被暗河所杀，唐门的唐老太爷被萧楚河所杀，雷云鹤回归，雷门双子重现，消息就是这些了。老六的武功恢复了？信上没有说。就算他的武功恢复了，他也杀不了唐老太爷。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引发整个唐门仇恨的事情来。此事还有诸多蹊跷，细查。是。原本只是想让唐老太爷在参加英雄会的时候，让唐泽大展身手，压一压雷家堡的风头，却没想到暗河的加入，竟让事情到了这般无法挽回的地步。这样也好，现在唐门与雷门结下了不解之仇，两家反目，对雪月城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。那个人呢？暂时还没有消息。怒剑仙前辈快回来了，相信他能有个答案。可我总觉得，这些事情的背后还有一双手。乍一看，死了唐老太爷这位这么厉害的妻子，但是让唐门和雷门结下了不解之仇，削弱了雪月城的力量。这样把宝压在无双城身上的萧虫来说，可是比只赚不赔的买卖啊。确实，一山不如二虎。就让他们斗去吧，斗个鱼死网破，以后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不过这一次，我高估了萧楚，做了个懦夫的决定。据说这次萧楚河最后能够活下来，全靠了易安师。
走了一步错棋。我本以为叶鼎之的孩子应当是和我一样有野心的人。那么接下来呢？他快回天启城了吧？在他回来之前，我们得做好准备。钱洛，你听我说啊。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，你们就是忽悠我。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信上说不清楚，必须得有人回雪月城通知三师尊。那你去啊，大师兄。钱洛，这里就留着雷无杰和唐莲陪着我就行，你去雪月城报信，到时候在东极海市府与我们会合，正好我们几人要在雷家堡休养几日，时间上刚刚好。你不是骗我的？蓝月侯都说了，萧楚和一言九鼎，他都相信你，为什么不信？好，我信你，我就不耽误时间了，我现在就走。你真的要带千罗一起去？骗他的。可你明明说你是一个一言九鼎之人。听清楚，我说的是萧楚和一言九鼎，跟我萧瑟有什么关系？你的确是个骗子，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，是不是我要等的人？可你都说不是。我又不知道你是玄武令的继承者。可你明明什么都知道。觉得为难吗？虽然那日是被迫的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唐老太爷死在我的面前，如今整个唐门将视我为大敌，而你身为唐门大师兄却扬言要守护我。因为我守心中之道。早就跟你说过别让自己活得那么累，实话告诉你，唐老太爷并非我杀。什么？以我当时的内力，绝不可能在他们二人的真气压迫下杀了他。我猜测是苏昌河暗中出手，他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只是唐门肯定不会相信的。我信。你信？萧瑟，整天萧瑟萧瑟的大呼小叫干什么呀？那你说我应该叫你什么？叫你永安王萧楚河，还是六皇子殿下？皮痒了是吗？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什么永安王萧楚河、六皇子殿下都不重要，我就只知道你是萧瑟，你是我雷无杰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呢，你第一次来雷家堡，就让我尽你地主之谊，带你去周边逛逛呗。出息了，行。师父，弟子回来了。无心师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因为师兄说过，寒水寺仍旧是我的家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现在寒水寺的僧人都离开了，就剩了我一个俗家弟子。师弟若是能回来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可惜只能短住几日，不能久留。师兄，我这一次有一事相求。瞳孔溃散，分明神志已失。放心，我能救他。明宏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，跟随师兄学习伏魔神通。以权正气，降外魔，伏心魔。师父虽然说过这句话，但是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没事，明宏就留在这里。我要去找个人。江湖传言，他当年也是害死我阿爹的人。难道师弟心中还有仇恨？当年百里东君与我阿爹对决时胜了半朝，我阿爹重伤突围而出，最后在江南被人击杀。江湖传言，
那场劫杀的领头人正是李寒衣。我只是好奇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所以，你要去雪月城寻找李寒衣？不，当日在雷家堡，李寒衣已经现身。他被暗河大家长所害，如今已经走火入魔，所以我要去寻找他。连雪月剑仙李寒衣也能被暗河所害，这江湖是真要变天了吗？是整个北离都要变天了。侯爷披星戴月赶回天启，却不入宫，跑来我这里，可是遇到了什么棘手之事？我听有人说，三蛇岛之外有座仙山，名为蓬莱岛。岛上有位仙人，能乘风而起，御风而行，和天地共存，与日月同老。不知国师是否知道这位仙人？百里东君也与我提起过他在那里的经历，但我劝他莫要再回那座仙岛。为何？此乃奇书无上路，书上称法有三成，仙分五等，这五等仙分别是天仙、神仙、地仙、人仙、鬼仙。哎呀，国师，我知道你道法高深，可我是个外行，这些东西我也看不懂啊。别急，方才说的五等仙中就有侯爷你说的那种，世间不少奇功异法，只要潜心修道就能得到长生。那蓬莱岛上的那位仙人，可能便是这世上真正存在的一位地仙。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仙人？师尊，皇帝陛下已在偏殿等候。哦，哎呀，我这位皇兄啊，就是有点心急。参见陛下。免了，谢陛下。小十四，回天启之后，为什么不到平清宫见姑，反倒来国师的钦天监呢？臣弟有些困惑，想得到国师的解答，才敢来见皇兄。那国师可解答了你的困惑呀？哎呀，这国师高深莫测，好像是答了，又好像没答。小十四，你只需要告诉姑，你是不是见到了楚河？见到了。为什么不把人带回来？臣弟也想把他带回来，只是楚河身边有几个人拦着。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？是雷梦沙将军的儿子，还有一个人姓唐，叫唐莲。是唐莲月的唯一弟子，后拜入雪月城，也是百里东君的弟子。雷家堡、唐门、雪月城，还要掺和萧氏皇族的家事吗？皇兄，也不仅仅是他们，楚河现在也不想回来。他还在怪姑吗？不，其实他是愿意回来的。楚河的一身功夫和经脉，似乎在昔日离开天启的时候被人所毁。此次在雷家堡和暗河的杀手一战，又加重了伤势，幸亏得到药王传人相救，才暂无大碍。但是要完全治愈，还得去趟海外仙岛，据说岛上有个仙人能够治愈他的经脉。虽然路途凶险，但是楚河还是想亲自去求访。本
以为他是在斗气，却没想到他竟会有这样的遭遇啊！难怪你跑到国师这儿来。仙人知道吗？回禀陛下，蓬莱岛海外仙人之事，臣只是耳闻。敢问国师，可治得好？出何的病？能保一命。好，既然国师有此一诺，那姑就放心了啊。小十四，从天启赶去东极，能否拦得住他们？皇兄，可是臣弟已经答应主和了。哼，你倒是都敢擅作决定了。臣弟不敢。陛下，景威公公倒是可以办祠堂差事，他正在去东极办事的路上。边吗？我怎么就找不到海呢？公子，海在东边，我们在西边，自然见不到。谢谢啊。东边，我怎么走到哪儿都不认得路。时候不早了，公子去海边做什么？我去买点吃的。海边的集市午后就关了，你买不到吃的。啊？那在哪儿能买到吃的呀？就那种新鲜的，便宜点的。鱼市吧，那里开得晚。鱼市啊，我这叠贝壳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也能换几个铜板。啊，那你能带我去鱼市吗？好啊，走吧。哎，走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你叫什么？我叫雷无节，姑娘叫什么？我叫珍珠。珍珠姑娘，你从小就在这儿长大的？对啊。那你出过海吗？我们城里的人谁没出过海啊？那我想去三蛇岛，你知道三蛇岛这儿的渔船能去吗？三蛇岛，普通渔民家的船当然去不了。你去那儿干嘛？捕蛇吗？我是想去看看，毕竟那是传说中的海之尽头嘛。港口最近是来了一艘大船，你看，那艘大船上有一面特别威风的大旗，是一只木火而飞的凤凰。他们说啊，那叫雪松长船。我记得爹爹说过。雪松长船是北离最大最快的船了，这世上应该只有雪松长船能驶到那么远的海里。要不，哎，你明天去看看。原来如此。大师兄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也饿，这臭小子实在太不牢靠了，这都两个时辰了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去哪儿玩了。该不会遇到什么不测？不会的，我猜这臭小子肯定迷路了。大师兄，小子，来吃螃蟹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哎呀，你个臭小子，让你出去买东西吃，你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哎，那可说来话长啊！我去了他们这儿鼎鼎大名的海鲜鱼市，那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呢。哟，有这么大的乌龟，这么长的青斑鱼，那你就带回来一点螃蟹。那因为这便宜啊，这么大一盘，童叟无欺，只要十个铜板。雷师弟考虑的也没有错，我们出海还需要借船，也不知道得花多少银子。不要生气了。笑话，我乃雪落山庄庄主，曾经在千金台赢下过一座城池，我会坐不起船，买一艘给你都行。哎，对对对，啊，萧庄主威武，萧庄主霸气。那萧庄主这个螃蟹就是不吃了是吧？放下。那就吃吧，吃。在哪弄的破贝壳啊？哦，
这贝壳啊，我是在他们当地一个渔民姑娘那儿买的。我买她的贝壳，她帮我打听船的事情。你打听到出海的船了？当然打听到了。但是啊，他们这儿的船根本不可能出那么远，那官家也不让开。不过有一艘叫雪松长船，它可以开到很深很深的海里。雪松长船，嗯，那船上还有一面很威武的旗帜，上面好像是一个木火而飞的凤凰。那个旗上的图案是凤凰羽飞，乃是青州穆家的族徽。青州穆家，青州只不过是一个范畴，正确的叫法应该是青州九城。这九城均乃商城，占据北黎八成的商业，亦是北黎最大的经济中心，也代表了天启的财富。这么说，青州九城就是你们家的藏宝库呗？也可以这么说，九城之中，穆家被称为青州首富。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又知交不寂寥。